好，这里确定没有限飞，但是限高30公尺。上去喽！这是客家人的，我看不清楚。这是高铁，哦，右转了哦。慢慢走。不拉快，慢慢来。这个就变台铁了。台铁叫丰富站。我认为咯，要怎么进？好，又回到了上空。往下走。因为它有限高，我现在设定高度在28公尺左右，不过已经高于那个。搭上不上？它外围环境没什么，哎，下来了。好，就到这里，就这样拍。